诸位同学，请继续看第五段妙观察世界。佛十个名号从第五句看起啊，第五句或名利贪，这个意思很明显啊，利贪如来啊，利贪佛啊。那么从这个名号呢，我们就能够非常明显地体会到这个世间的众生大多数贪心很重啊，啊，所以佛特别呢用这种德号啊提醒大家，贪是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本啊，嗔是在讲呢还是从他起来的啊，他贪不到啊就嗔恨了，如果他贪求的都能够得到，他就不会生嗔恨心了啊，所以他的确是个根。佛在经教里面常常用归纳的方法，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成108种啊，这种类呀啊，所以叫百八烦恼。教导初学还是太多了，这天亲菩萨很慈悲，将它再归纳，归纳为26个，对，百法名门里面的26个烦恼。这26啊，还可以归纳，归纳到最后啊，归纳成6个，就6个根本烦恼。6个还可以归纳，啊，归纳就变成3个。贪嗔痴啊，叫三毒啊，啊，3个还可以归纳，归纳到最后一个就是贪。菩萨六波罗蜜，头一个治贪病啊，治贪烦恼啊。贪烦恼应该怎么治呢？佛用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在什么时候这种布施最明显呢？在众生遇到大苦大难的时候，这个布施最明显呐。啊，财布施，或是以财物帮助他啊，救济他眼前的急难啊，或者用
劳力帮助他，用内财啊，关怀他，照顾他，这是内财啊，给他说法，说法的范围非常广大了啊，应机施教啊，看这个机缘，他需要什么，给他讲什么。这就是说法布施啊。人遇到灾难，遭到大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给他讲什么呢？在一般最普遍的，给他讲因果的道理啊。纵然我们深受苦难了，也不怨天不由人为什么呢？过去生中造的业报嘛，我们造了不善业，现在感的这个果报凡事都有因呢，古圣先贤常常教导我们呢，遇到艰难困惑的时候，不如意的事情时候遭大难的时候，回过头来反省我什么地方做错了，遭到这样的惩罚，这个是因念的转机，转恶为善呐，转灾难为吉祥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错一定是在自己做深入的反省检讨，改过自新这些开始法布施我们能够常常在他身边给他安慰，那他在遭到苦难的时候，还没有被社会大众遗弃还有这么多人热心照顾他，得到安慰他觉得很安全，这是无微不至。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他举的例子举的最多，看病为什么呢？看病这三种布施具足，人在生病时很苦你去照顾他，内财布施这里有财布施你安慰他，法布施你在他身边让他有安全感，无微布施那么这个果报圆满果报将来得的什么？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最近我们这个地方算是很清净
新闻广播里面每一天报这个 SARS 的传染病，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好像都有了。在医院里头，医生护士我们想想，他们今天照佛法讲的时候，他们在修布施啊。问题就是他有没有这个意思啊？他要懂得佛法，这是他修大福报的机缘。他要有诚意，要有爱心，关怀这些病患，照顾这些病患。如果能懂得一些佛法呢，开导这些病患。刚才讲的三种布施具足啊，我们要想修福，没有地方修啊，没有机会修啊，好机缘呐！纵然说是被感染了，不幸，这个医生或者护士啊，我们看到他，哎呀，他很可怜，他是照顾别人，自己被感染了。死了，我们凡夫眼里看的。如果我们有天眼来看他呢，他那种真诚爱心，他升天了，到天上三种福报都得到了。大概一般宗教的宗教徒，真正有信仰的都知道啊，人所有一切众生都不会死的啊，只是换个身体，换一个空间，换一种生活环境。所以明了事实真相，不会贪生怕死。那为什么呢？没有死生死在佛法里讲的太多了，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这个衣服穿脏了穿破了，换一件。这个可以说所有宗教徒都承认但是对于这一桩事情事实真相，实在讲不清楚含含糊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是遇到死亡了，他很开心，一点恐惧都没有真的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怎么会有烦恼呢？怎么就会有贪嗔痴呢？人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要积功累德了，要断恶修善前途一片光明要放下自私自利，热心帮助世间苦难众生功德利益
不可思议。心量下小，念念为自己，没有前途。纵然目前能过得去，前途一片黑暗了。那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可怜悯者。昨天我翻阅古今文选朱熹的一篇文章，白鹿洞书院的记事，在古今文选第113期，这个精装本在第二册。我看这篇文章他是宋朝人，他的教学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四书是他编的，他最大的功劳是把儒家的东西经过他的整理变成了系统化，有条不紊。儒家孔老夫子孟夫子的教育叫什么呢？孔孟所教的是中国古圣先贤传统的教育，所以夫子讲得很好啊，述而不作，作是创造啊。孔老夫子他一生没有创造，他说的都是别人，所以他是一个集大成者，把古圣先贤好的东西汇集起来，自己修学教导学生，没有自己的创作发明啊。朱夫子亦复如是啊。他们教学的影响，孔夫子能影响到2500年。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了。朱夫子把它整理出来，简单明了。教学的宗旨。五桩事情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这五桩事情，这叫教育。这五桩事情谁说的呢？尧王说的，尧舜
所以夫子真的是述而不作啊，他觉得尧舜这个五个宗旨啊，教育的宗旨非常完备呀。啊，这种教育宗旨在中国从尧舜那个时候来说起了，真的是4000多年的历史啊。都是遵从这个宗旨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国家改朝换代，我常说了，性格之处很多啊，唯有教育遵守前人的方法，没有改变过。从尧舜禹汤一直到满清，中国的教育宗旨还是这个五句话，20个字啊！啊，如果大家都能够遵守，社会有秩序啊，天下太平呢，人民安乐啊！啊，今天世界为什么会这么乱？灾难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五句忘得干干净净了，没有人提了。啊，我们今天看到一线曙光，心里欢喜，无比的欣慰。我们看到中国，看到台湾儿童读经啊，希望指导儿童的人细细去研究尧舜所设的这个教育宗旨，现在还适不适用？这是根本做人的道理啊！父子有亲呢，孝道啊；君臣有义，忠啊，忠孝啊。夫妇有别了，这里头有恩，有德。有情有义，啊，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我们想想这五条，这20个字，合不合乎现代社会？教学的方法有15个字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我们看看他这五句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性解行证相不相通。他没有讲到证，他讲到行。啊，他重视结。啊，结里面确实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求解，讲得很详细啊。信当然在其中，你要不信你怎么肯学啊？后面独行啊，老老实实去做到啊。啊，后面列举修身除四戒无三个原则啊，讲到修身言忠信行笃敬，你看多简单。除四呢，原则正其义不谋其利，待人皆无己所不与勿施于人，简简单单几个字，儒家教的是什么？总得要知道啊。佛家教的是什么？我们是个佛教徒，尤其是净宗学院，别人要问你，你们这里教些什么？我们要能答得出来呀。佛法教人敬业三福，那是根啊。孝亲尊师啊，摄善五戒，四摄六度，普贤十愿，佛教导我们的。啊，这个几句把全部的佛法包括了。至于佛、菩萨、罗汉、天人，那只是你修学功夫浅深不同的差别。宗旨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标是一个，一致的。啊，只是有近程远程就近不一样。
但是利贪是根本啊，这个是最严重的烦恼，烦恼的根，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个根生出来的啊，这个根要拔除啊。第六个名号，何名圣慧？慧是智慧啊，圣是殊胜，菩萨的智慧也称殊胜啊，佛的圣慧究竟圆满了。没有智慧，不但不能化他了，连自度都度不了。啊，那慧从哪里来呢？慧从求学而来，所以父母给我们的是生命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母啊。慧命比生命更重要。人要没有智慧，跟一般的动物有什么差别呢？人跟一般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有智慧。啊，智慧得自于老师啊。老师是慧命的父母啊。啊，中国人知道，所以对老师非常尊重啊。中国人把老师跟父母是看到同等地位啊，啊，尊师重道。啊，学佛之后，我们才晓得，慧命比生命的殊胜太多了。啊，没有慧命，你不免六道流转呐。如果有了慧命呢，你就很可能超越六道了。可能超越十法界，这个利益不可思议啊！所以老师的恩德，佛菩萨绝对不是父母恩德能比的。父母恩德一世，佛菩萨的恩德生生世世。啊，报恩的人，把报父母之恩扩大到报三宝恩。是亲恩与佛恩融成一片，融成一体，真正报恩者。
现在世间人不懂得恩义，什么原因？不知嘛。知恩自然就会报恩。啊，他不知恩，那有什么法子呢？啊，我们今天这个缘分算是不错。啊，每一天我们都在深入的研究学习，啊，跟大家在一起研习，每一天都不间断呢。啊，可是同学们依旧不开悟，这是正常的，这一点都不稀奇。啊，为什么呢？熏习的力量不够啊。哪有那么快就成就的呢？3-5年的熏习就觉悟了，是上上根人呐。现在在这个世间，这种人找不到了。那么一般啊，我们从历史上看呢，这个熏习要10年以上啊，天天在听经，天天在学教，天天在修行，搞了10年20年，恍然开悟，中等根性呐。啊，能够10几20年，不离开学习的道场，这个人有福报啊。啊，他要没有福报，要有业障，有魔障，他在这里住不住啊。业障重的住几天几个星期他就受不了了，就走了，他心里起烦躁啊。业障轻的住个1-2年、2-3年走了，不能成就啊。所以得有大福报啊！你能在这个道场住上10年、20年、30年。印光大师在普陀山藏经楼住30年啊，怎么成就的？30年，每一天锲而不舍。诵经、阅藏、念佛，30年如一日啊，人家成就了。啊，古时候的道场是学校，每一天讲经没有间断的。啊，他讲的人多啊。我们看这个寺庙里面这些组织。方丈和尚讲经，首座和尚讲经，啊，你看这个寺庙里头有多少位首座和尚，啊，他们都是轮流开阔讲经的，啊，好处，无论讲什么经
只归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不是个人讲个人的。啊，和尚是校长，他聘请的那些教员，首座就是教员呐，担任教学的。决定跟自己志同道合，所修所学的是同一个法门，这样才能叫大家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啊，不能说老和尚讲净土，首座和尚教参禅，那就把道场破坏了，没这个道理啊！啊，无论讲什么经论呢，一定是道归净土，啊，这就对了。过去我们在台湾。台湾知识青年学佛的风气开了，台湾许多佛教道场都办夏令营、冬令营啊，佛学讲座首开风气，是台中慈光图书馆，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在图书馆办大专佛学讲座，啊，一年办四次，一次是在暑假。一次是在寒假，啊，寒暑假两次，啊，这个对象呢是台湾全省各个地区的大专学生，啊，他们来报名参加。另外两次是在学期当中，啊，那么这个对象呢是台中市本地的大专学生。利用星期天呢，因为学生平常学校里有上课啊，星期天啊，你要来学佛两个小时啊，来上一堂佛学课程啊，台中慈光佛学讲座好像是有五个老师。啊，除了李老师之外，另外的四个老师都是李老师的学生，这个好啊！啊，所以无论开什么样的课程，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跟其他道场办的夏令营、冬令营不一样，为什么呢？他们请的法师。在外面请的课程没有标准啊，请了个法师，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啊，个人讲个人的啊，接受教育的学生很困难啊，这个法师讲净土好，下一堂课另外一个法师讲禅好把学生呢学糊涂了，这是当时我在那里看到的现象。啊，所以我对台中这个讲座很赞叹。啊，虽然五个老师，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得利益了。啊，每个老师讲的时候不会有矛盾的，不会有冲突啊。那么在过去所有寺院丛林无不如是啊，一个道场，由这一个道场的道风学风啊，所以他们请的首座和尚啊，也跟李老师一样，都是学一个法门，同样学一个法门，同样修这一些经论，彼此之见相同，见合同解，没有问题啊，能成就人呢，深慧呀。李老师保护他的学生，这一桩事情他很用心的啊，国内外的高僧大德到台湾来，到了台中啊，他一定尽地主之谊，礼节很周到啊，一定供养啊，请这些法师大德吃饭啊，还有供养，一定要送礼，但是怎么样呢，绝对不会请他讲开示，当然更不会请他讲经啊，什么原因呢，老师对他们真的是从内心升起的恭敬呢，赞叹呢，学的法门不一样啊！他领导的这么多人，苦口婆心劝导大家，天天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个法师是参禅的。念佛一生要漱口三天，这怎么办呢？啊，那一个上师是学密的，所以一律不请人讲开示，不请人讲经。要听经、听开示，只听他一个人的。啊，那么另外有专修净土的啊，专修念佛法门的这些大德，有时候经过台中，李老师会请他讲开示，但是同一个法门呐，不会听了他的开示，听了他的讲言生疑惑啊，不，绝对不，没有这个情形，他才敢请啊。这是爱护学生啊，为学生做的防护工作做得很周到。啊，我跟他学啊，第一天这条件就谈好谈妥啊，只可以听他一个人讲经说法，除他之外任何法师居士大德讲言讲经都不可以去听
啊，什么原因呢？我们初学，不晓得走哪条路好，听多了，无所适从。啊，这个是中国古人讲的师承呐，跟一个老师。啊，一个老师带你走一条路，他有责任，他有使命，一定在这条路上有成就。啊，这个忙他帮你。如果你到处听到处学，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这靠你自己的命运，帮不上忙。圣慧不容易啊，真实智慧啊，啊，通达离世实相，还要明了学生的根性、关机，啊，那在这一点说老实话，我关机的能力比不上李老师，啊，我们常常把人看错了。啊，李老师对学生的观察，啊，他很冷静，大致上都相当准确。啊，学生的修学，学生的成就，一般也能够预料得到。这一点我还没有学到啊，啊，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善根深厚，福德因缘越来越少见了，啊，多数是虚伪的、表面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啊，所以成就啊，相当难了，啊，不要说是学佛。学佛先学做人呐，做人的道理都不懂，他怎么会成佛呢？哪有这种道理呢？从前，做人做好了才学佛。所谓是人臣即佛臣呐，佛臣是建立在人臣的基础上啊。你看五乘佛法，这不常谈吗？人臣、天臣、声闻、菩萨、佛。啊，好像五层大楼啊，人臣是第一层呐，第一层没有建起来，你怎么会建第二层、第三层呢？
没这个道理吗？啊，所以李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汝佛同时教导。啊，这是补习班的教育啊。我们从小儒家东西没有学，纵然学一点不够啊，都忘掉了，从头再来。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接着看名号的第七句，何名心平等？这一句也很容易理解，但是真正理解它了，实在也不是容易事情。啊，为什么呢？如果不是真正的理解，你不能落实啊。啊，真实的理解，透彻的理解，圆满的理解，如来国地，完全落实了。佛是什么心？佛是平等心。平等心就是佛。啊，反过来，众生的心是极不平等。不要说我们对人不平等，对一切众生不平等，就是对自己又何尝平等过呢？早晚想法看法不一样啊，哪来的平等？啊，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会不平等呢？万缘放不下了，放不下就不平等了。啊，佛菩萨为什么平等呢？佛菩萨放下了，所以平等与放下有密切关系。啊，这个放下呢，与看破有关系。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平等是果相啊，看破放下，而后平等心现前。啊，平等里面充满了智慧啊，为什么障碍没有了？啊，不平等造成障碍。不平等造成空间不同的维次，啊，是不平等造出来的啊，所以平。
平等心现前，空间维次突破了。啊，平等也有功夫浅深不同。阿罗汉放下一切执着了，见思烦恼放下了，他的心比我们平等多了。啊，我们这个心呢，像海里头大风大浪啊。啊，阿罗汉呢，小风小浪。跟我们一比，他的心平等，我们不平等。啊，可是他跟菩萨比呢，他心不平等，菩萨心平等。啊，为什么呢？菩萨的心呢是微风细浪，啊，到佛心呢风平浪静。微细的波浪都没有了，真平等了。这个时候在照见法界虚空界，啊，有这么大的德用啊。突破一切时空维次，所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通通明了啊，此界他方呢，如对目前。自信本具的德能完全恢复，这是佛，这是如来啊！我们学佛，学佛的目标在哪里呢？要在这个地方就对了。我们绝对不是求世间名闻利养，要是把世间名闻利养放在心上，这个目标永远达不到啊！啊，诸位想想，这个多么殊胜！好是真好，难是真难。啊，有没有办法达到呢？方法是有，问题是你信不信，你肯不肯干。啊，对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来说，佛给我们设了近程与远程。进城极乐世界，啊，先取得极乐世界，然后这个远程终极的目标你一定可以达到。真难得了啊！所以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这么一个目标啊，决定往生净土啊。那么你要想往生净土，你必须
具足往生的条件。啊，这些条件在《无量寿经》里头啊，最近这十几年来，我们极力提倡《无量寿经》啊，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过去我访问北京，赵朴初老居士赞叹呐，啊，尤其是看到我们科会的本子，啊，我们这叠这个科会本子印得非常精美，很详细的科判，他看到了生欢喜心呐，啊，给我说难得，这部大经，啊，注解。有了啊，科会有了啊，还有详细讲解的录像带啊，那个时候是录像带，现在已经把录像带转成了 DVD 了。老人赞叹备至啊，啊！可是最近两年，反对汇集本的声音很多啊，我很清楚，很明白。啊，那个目标是对我来的。啊，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不希望我回到中国去。啊，破劳在世，每一次见到我都劝我回国，落叶归根。我很感激他，他跟我是同乡啊。啊，那么这两年的反对我了解了，我满众生的愿，我不再回去了啊，所以我这才决心移民到澳洲来，而且很快我拿到澳洲的公民啊。那么我一生的事业非常单纯，就是在摄影棚每一天四小时的讲解，我活一天讲一天啊。今天我看到这个片头上啊，我们的经讲到1030次，我们每一次两个小时啊，照这样的进度，这一部华严经至少还要8000个小时啊，还要讲4000次啊，那么总共10000个小时啊，这是我的事业。如果华严经讲圆满了还有寿命啊，我希望再能把法华经、楞严经啊、净土五经一论，我都希望能详细讲一遍啊。我在摄影棚讲啊，我面对着摄像机跟全世界，你们在卫星电视在网络上，我们共同学习
家里面现在这个设备很便宜啊，尤其是将来的网络啊，这一次他们做这个华藏卫星电视这个出乎我意料之外，到澳洲来告诉我这个事情，我们也接收下来看看。啊，效果还可以。啊，那么我告诉他们，科技不断的在进步。5年到10年之后，卫星传播很可能会被淘汰了。啊，什么东西代替了呢？网络。网络的频道肯定不断的在加宽，将来就取代了电视的广播。啊，小型的电脑做得越来越精细了。啊，将来你收看网络节目的时候，你的这个小电脑装在口袋里头啊，随时随处可以收到全世界所有网络上的资讯。这不是幻想啊，就在眼前呢。澳洲地大人少啊，这个一般不是在大都市居住的居民彼此疏离都很远，所以他们的教育，这首先提倡远程教学，啊，澳洲远程教学办得很好，在世界第一了。啊，远程教学利用无线电呢，利用网络啊。啊，澳洲，我去参观几个大学，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远程教学这样的设施。啊，所以你考上他的大学，不一定要到学校来读书，在家里可以读。啊，尤其是南昆大，啊，他们把远程教学作为重点，啊，在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地区，啊，学生不必到学校来，啊，那我们。佛教教育啊，将来我们推动伦理道德的教育要用这个方法啊，少量的师资啊，有5个到10个老师每一天在一起读书学习
我们利用这个科学技术的设施，把我们学习的成果与全世界有志一同的同学们共享啊！啊，从前这事情是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到啊！啊，可以做到，我们就要做啊！啊，所以经文啊，我们都希望用字幕显示出来，因为有许许多多地区找不到经本。啊，我们所讲的经文都显示在字幕上，这方便了，不需要用经本了。啊，自己如果想要一套这个光碟也不难。啊，现在制作的成本都很低，这是一桩好事，要利用，要推广。下面一句，第八句，何名无能生？啊，如来国地确确实实，无论在任何一个方方面面，诸佛如来确实是第一了，等觉菩萨不能超过他了。菩萨成佛了，佛佛道同，自信本具圆满的智慧显现了，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通通显现了。佛立这个名号，我们能够想到用意之所在呀，激发我们向上的心。啊，决定不可以得少为足。啊，一定要发大心，要证得究竟圆满的心得。啊，四弘誓愿最后一句那是目标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个才叫真正有志气。有抱负，啊，要成就世出世间第一等法，成就之后，以大慈悲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应化身跟众生和光同尘，啊，虽然和光同尘呢，决定不染污。换一句话说，
永远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这才能真正帮助一切众生啊，救护一切众生啊，成就一切众生，如来家业，如来家的事业，如是如是，叫无能胜呢。或名智慧音，句句都是真实话。佛的言音言语，字字句句都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流露出来的，跟六道众生不一样啊！啊，六道众生的思想、见解、言行，要知道啊，它是从意识心里头流出来的。啊，意识心呢，就是第六意识、摩那识、阿赖耶识，啊，是从这里头流露出来的，不是自性呐。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思想、见解、言行，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不一样。因此，言语记录下的文字，尽管与六道众生相同啊，这个相同就是佛的善巧方便，就是佛菩萨的随缘啊，随顺世间啊，这个字好像你也看得懂啊，话你也能听得懂，可是它里头真正的智慧呀，你就不懂了。智慧在哪里呢？就在言说文字里头，甚至于在形象里头。你为什么看不懂呢？你看得太浅了，所以说你只能看到它的表层、表面呢、啊，深入一层呢，你就看不到了。深入两层、三层、无限层，那你就更不必说了。这佛经里头常讲啊，彻发谛圆呢，那讲深度啊。所以六道凡夫所听的、所看的，表面这一层，其深无底，其广无边呐、啊，深广你看不到啊，你只看到眼前呐、啊。啊，佛菩萨慈悲，啊，看到你们只能看到表面，他也点头，也欢喜，也很好。果然有善根福德的，
看到这一点表面呢，他也得利益，小利益。善根深厚的人，他所体会的就深了，体会的意思就广了，他得的利益多一些了。随着善根福德不一样，体会的境界不相同啊！啊，所以佛经为什么读不厌、学不倦？同样这部书，一遍有一遍的味道，不相同啊。遍遍呢，帮助你提升呢，快乐无比啊。啊，世间这些文章就没有这么深的味道了。啊，换一句话说，它的深度、广度是有限的。为什么呢？摄心里头流出来的，啊，意识心里面流出来的，它的深度、广度是有限量的。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那是没有限量的，味道不一样啊！啊，你说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摄住菩萨理解的跟摄性菩萨当然不相同，摄性菩萨理解的浅。摄住比他解得深呐，啊，摄行为的菩萨比摄住又要深，摄回向的菩萨比摄行又要深，啊，那又深又广，都这一部经。从初发心学习，学一辈子，啊，生生世世学，学无量劫，遍遍都有新意思，不一样，这个才有乐趣啊！啊，老是学这部经，老是这一点东西，人不就厌烦了？还会去学它吗？世间这个书籍啊，确实。好文章有摄受力啊！啊，中国旧的小说四大部名著啊，真有摄受力啊！一遍看了还想看第二遍《三国》《水浒》啊，《西游记》《红楼梦》，这个四大部，我在做学生的时代啊，至少看过十遍，它有这么大的摄受力。十遍之后呢，不想看了。啊，他的摄受力就比不上四书五经了。四书五经从小念的，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有味。啊，四书五经呢又比不上佛法了。佛法那个味浓啊，
乏味呀。啊，你今天为什么不能学习？味道你没有尝到。如果你要尝到了，那真是古人讲的欲罢不能啊。舍不掉啊。啊，世间好东西没有比这个更好了。啊，然后你才晓得古人称这个为三宝，称这个法宝，它真的是宝。啊，它让你没有办法离开。啊，这什么东西呢？就是自家的真如本性。啊，就是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啊，非常可惜，你没能尝到味道。啊，你为什么尝不到味道呢？世间名利五欲六尘的味道啊，你没有放下。啊，那个东西没有放下了，这个法味呀，你尝不到。啊，为什么呢？这些味道跟法味混合在一起，法味变了。你尝不到啊。道理在此地。啊，就好像我们喝茶，一杯很好的茶，啊，但是怎么样呢？里面掺的有很烈的茶在里头，掺的分量很多，喝起来，这个好茶的味道你喝不到。啊，那要怎样呢？决定不能掺杂。啊，我们一般人呢，说实在话呢，不懂得喝茶呀。啊，那个懂得喝茶的人，啊，喜欢品茶的，你看他家的茶壶好多。一个茶壶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那么多呢？他们真讲究，哪一种茶用哪一个壶。啊，为什么呢？他泡茶的时候，那个这个茶渗透在这个壶里面，它不杂另外一种茶的味道，所以才能够喝到是真正它那个茶的香味。啊，它一种茶用一种壶，用一种杯子，啊，绝不会相同的，考究的。啊，真正喝出它的味道啊，不像我们呐，我们什么茶的时候都一个壶一个杯子，啊，混杂在一起，味道都变质了。法味亦复如是啊，这个里头不能夹杂着世味呀。啊，这个六道里头五欲六尘这个味道，这个东西要淘汰尽，你的心清净了，你在接受佛法，哦，这个法味你才能尝出来。啊，这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学佛人，为什么得不到法喜？
尝不到法味，原因在此地。所以诸师大德了，诸佛菩萨了，一再教导我们断烦恼，要断习气，要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法味就现前了。今天我们学佛，实在讲，我们在佛法刚才讲了，只看到表层的一分。那我们的底子呢？非常深厚的烦恼习气，这个一分佛法到这呢，马上也变成烦恼习气。这就是你为什么入不了佛门的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佛法不是别的，是自己的自信呐。所以它有这么大的摄受力。这个经论上佛常讲，当人自信，当然就是自己是我自己的自信是我自己的信德了我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禅宗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个经典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要想尝到法味古大德讲得很好所以是烦恼少一分，智慧长一分；烦恼少两分，智慧长两分。这个话很有道理，这个话非常重要。我们想想，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烦恼，少了几分呢？拿学佛前跟学佛后到今天，自己认真去想想。如果说我们的烦恼习气没少，那你的佛法可以说全是表面，甚至表面呢这个意思你都误会都曲解经文说老实话，字你认识，意思你不懂你来听讲，言语你听得懂，意思你还是听不懂，不得受用检验自己的功夫成绩要靠反省，一比较非常明显学佛之前跟学佛之后两个人我在没有学佛之前跟一般人一样，年轻人一样好胜的无论在哪一方面跟人家竞争绝对不会让人吃亏，受人家的侮辱，有嗔恚心，有报复心，
非常强烈。学佛之后，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前十年忍辱的功夫，遇到这些逆境，我忍，能忍。没有化解，心里面还有不平呢，但是能忍就是了。学佛三十年之后啊，平了。那个忍的相没有了。所以要常常检点，常常反省，真用功的人，大的阶段每一年要认真反省，今年跟去年比有没有进步，如果功夫得练呢，月月不一样，到这个境界，一般讲呢，你求往生有把握了，月月不相同，思想、见解、言行，一切随顺经教啊，天天不离开经教啊，经教里头教导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处事，怎样待人接物。佛法有了一定的深度了，接触的面广了，可能接触到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超越眼前的时空啊，你也知道怎样跟他们交往。智慧因呐！再看第十句，祸命难出现呐！这个名号是警觉一切众生，提醒他，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呐。有这样的警觉，他会珍惜这个缘分，知道这个缘分得来不容易啊！一定呢要抓住啊！机缘，所谓是一纵即逝啊，所以。成功的人，这我们常讲啊，事出世间法都一样啊。成功的人认识机会，能够及时抓住机会，他成功了。这个里面，特别是做学问的人、修道的人，最重要的善知识啊，好老师啊，你要真认识啊。
你要能抓住啊。啊，他会真的帮助你。啊，可是障缘很多。啊，障缘是阻碍你的。啊，那就是外面有意无意啊，哎，对你这个老师毁谤。把你对老师的信心完全丧失掉。啊，如果你要没有智慧，你就听信这些人，啊，听信他们的话，舍弃了，可惜的不是他，是你自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释迦牟尼佛有没有人回谤啊？今天回谤佛的人太多太多了。佛都有人回谤，那菩萨阿罗汉善知识，这还能免得了吗？真正的关键呢，在自己。自己要有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听了别人对老师的诽谤，古时候人好，他受过这个教育。他懂得啊，别人回谤我的父母，回谤我的老师，耳可以听呢，口不能言呢。啊，人家回谤这些言辞。决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就产生疑惑，疑惑是你修学里头最重的障碍。啊，我们自己学习能不能成功，没有别的，就在一句话，依教奉行。你对老师没有信心了，丧失信心了，他讲的话你不会去做，你怎么会成就？啊，所以要知道啊，佛出世难呐，善知识出世也难呐！啊，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你要能有这样的心态，你的成功、成就。已经有了一大半了。啊，无论别人怎么回报，信心不动。啊，这两年，你看多少人对于慧济本的回报。啊，报纸杂志上都有很多篇幅啊。啊，有很多人看到了寄来给我，我不看，我都烧掉了。啊，为什么呢？绝不能让我心底里头有这个染污，我不看。
你给我讲，我立刻止住你，不要再讲下去，我不要听。我的信心不会改变。我跟大家说得好，这一部汇集本是我老师教给我的，啊，我老师没教给你，教给我的，教给我，我当然要信受奉行，我相信老师。那我是跟他学的，他今天把这个本子交给我，我要依教奉行，我要把它发扬光大，啊，红遍十方啊，流传后世，这是我的使命嘛，要不然他把这个交给我干什么？啊，你回谤是你的事情，啊，听了你回谤，改学别的法门，那也是个人的因果，与我不相干呐。啊，我决定不能改变呐。啊，我还是要细讲这部经啊，难出现。无量寿经汇集本难出现呐！啊，幕后这一句总结，我们念下去：如是等其数十千，令诸众生个别之见。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